近日顽童概念回归，张元英齐刘海造型，美到撞脸伊藤润二笔下的富江。有网友将两人对比图放在一起，精致的洋娃娃轮廓，不论是眼神还是造型，元英都和富江一模一样，像是漫画真人版，不真实的美貌也引发热议。有网友表示，卡琳娜齐刘海也很像 AI 版的富江，而其他网友也晒照，表示 Jennie 的厌世气质搭配妆发造型也是人间富江。三人到底谁更像富江？大家都觉得各有特色。论气质，感觉 Jennie 更魅惑，而张元英更有漫画感。台湾网友开玩笑表示，卡琳娜比起富江更像阿妹。此外，也有粉丝提名 Ida 的 Mini 也非常像富江，让网友们直呼韩国偶像好像常常撞脸富江呢。